据长春国贸报道，张艺谋的妻子陈婷原为一名舞蹈演员，两人相差31岁。当年张艺谋在为新片选演员时与陈婷相识，那时陈婷还是一名学生，两人于2011年结婚。婚后陈婷为张艺谋生下了2儿1女。据陈婷讲述，自己独立很早，13岁就住校。当年张艺谋跟他讨论结婚生孩子的事情，他就答应了，没有犹豫，生完老大，把大学读完了，生完老二，又读了研究生。自己这些年一直没停，都在做喜欢的事情。下面是陈婷过37岁生日时的照片。如今与张艺谋相识已经20年了，两人依然恩爱如初，陈婷觉得很满足。